我以前試過咧翻工咧，我有一個上司經常性問我：你 B 定 C 啊？性別歧視條例實施近20年，性騷擾受害人可以循民事入禀法庭提出訴訟。不過，服務業員工被顧客性騷擾，多年嚟一直投訴無門。我遇過有情況就係、是，譬如有個學生，女仔嚟嘅，會問教練我可唔可以掂下你啊咁咯。我突然間好大份，喂，掂乜嘢啊咁樣講。法例去年12月作出修訂，服務業員工被顧客性騷擾，終於投訴有門。不過投訴機制冇改善，受害人要展開申訴爭取公義，依然困難重重。啲咁嘅機制都係想你哋滅聲。會想像到投訴的過程裡面，明明是一個可能可以彰顯公義的地方，但是反而令到你傷上加傷。法例寫了一個法律權利來的，原來不是隨手可得的。香港人要爭取到一些小小理由的尊嚴或公道，原來要花這麼大的氣力的。住飲咗少少啦，就 keep 住托住個頭喺度問啦。佢就話：唔係咧，你話俾我知啦，你咩色啫？其實你有冇著啫？跟住 keep 住喺度問，係好過分。社會風氣越嚟越開放，性話題似乎無孔不入。25歲嘅 Eling 同佢一班從事服務業嘅朋友，每次坐埋一齊都會大吐苦水。嗰啲眼神咧，即係好特登地嗰啲咧，其實都係好 irritating 嘅喎。係咯，嗰啲都係性騷擾咯。因為我自己就做insurance 同埋做 financial 嗰邊嘅，咁就聽嗰個朋友講，就係話佢曾經同個客傾咗一個100萬嘅 deal， 你如果要簽呢個 deal 咧，咁就要 further 有啲嘢俾佢㗎啦。因為你做 service 咧，俾人鬧得最甘就係話你 attitude 唔好，佢可能埋嚟就話今日收工去邊啊，咁同埋咁可能話冇呢件事，我有嘢做走先啦。咁佢哋可能第日就投紅你老闆，即係可能同你玩熟啲嘅，有幾句嘅就話，我覺得你嗰個女仔態度好差咯。有婦女團體調查指出，每5個女性就有一個曾經被性騷擾，而最常見係工作期間發生嘅個案。個男同事會可能無啦啦行埋嚟，你台底話揾垃圾桶嘅，但係其實附近係好多垃圾桶。有次唔舒服，佢竟然係捉實我，跟住之後繼續捽我嘅手同埋摸我塊面啊，話我好興好興。發燒啊！嗰刻係極度難受咯，因為我覺得係慘過直接捅死我，影響到我就係成日都好似神經質啦，好擔心佢喺附近出現啦。性騷擾就係一種令到當事人發覺係會有被冒犯啦、被威脅啦、或者係被即係侮辱嘅一個咁嘅感受。咁但係有啲人話咧，其實性騷擾有咩咁嚴重啫？我哋玩下啫嘛，係嘛？喺別人面前係講一啲色情嘅嘢啊，佢唔係針對嗰個人，但係咧係喺個製造一個所謂有敵意或者有威脅嘅環境咧，都係可以形成一個即係性騷擾嘅。身體接觸嗰陣性騷擾咧，有機會譬如去到非禮嘅程度啦，或者涉及一啲其他嘅刑事罪行啊。咁點咧？應該去報警啊，定係還是追咗民事責任嘅機會咧？嗱，呢度咧就係其實兩種責任都有機會要負上嘅。性別歧視條例去年通過修訂。顧客性騷擾服務業員工屬於違法行為，好似空中服務員、餐飲同零售業員工都受到法律保障。
留意我哋嘅下盤位置，我哋亦都唔會太貼個身咯。而嚟越多人需要用到 personal training 咧，咪佢哋知道效果會快啲，接觸當然會多咗。咁你係 make sure 佢做啱動作啦，又會提防佢受傷啦。法例修訂之後，雖然可以保障到服務業員工，不過有健身教練就話，即使感覺被客人冒犯，都唔會考慮投訴，原因係唔想得失客人。做完運動之後咧，個身體肌肉都比較膨脹。有一日咁喺間健身，佢就突然間講話：，咦，教練，哇，你都幾 fit 嘅喎，咁樣。跟住佢話：，其實我影相嘅，咁其實我可以幫你影一輯好靚嘅相，唔好嘥咗啊，咁樣講。咁我就話：好怕醜，我唔係咁慣影相，唔緊要，你嚟我屋企得㗎啦。咁樣講。咁跟住嗰一下就叮，就諗好，咦？唔得，係啦。咁我話其實揾日再講啦。咁跟住我就真係耍走咗啊。啱啱出嚟做嘢，即係第二份工咁，咁餐廳都有呢個角色嘅 PR， 咁所以老闆希望你花枝招展啲咯，即係同啲客去吸引啲客或者 social 啲咁樣咯，所以佢會對我嘅衣著有多啲要求，類似西裙款，但又未至於。咁佢啊，突然之間就話啊，好好睇喎，咁就話誒嗱，咁樣咪好啦，即係可能話誒見多啲腳或者近身啲咪好咯，咁鬆身做咩咧咁？佢有時可能會叫你啊，同啲客打下招呼啊，做下朋友啊，咁啲客就為咗你呢一個 eye candy 而成日翻嚟咯。而Ling曾經喺餐廳做公關，佢話僱主經常要求佢打扮性感，佢明白做呢行要同客人打好關係，不過令佢無法忍受係面對客人性騷擾，僱主唔單止冇企喺佢嗰邊，反而怪責自己。以前試過有一次，就係有男客人就話啊，我覺得我幾欣賞嗰個女仔，可唔可以叫佢即係認識認識下咁？咁老闆就會捉我埋一邊同我講話，佢想同你飲翻杯，你記得啊，一定要令到佢嗌到一支上拼，你先叫夠啊咁。咁我就唯有埋到去，就係都喺度談笑風生下啦。咁開始就越嚟越過分，咁啊即係對你無手無腳啊咁。老闆就睇住嘅其實，然後咧其他同事都睇住。咁大家都明白我委屈嘅，但係始終係老闆嘅意思，我 say 唔到 no。你會覺得呢個老闆除咗唔係一個好嘅老闆之外，你會覺得呢個老闆係幫兇，幫呢個人去騷擾緊你。舊年2014年嘅十月咧。就改咗法例啦！啊，原來顧客去性騷擾一個售貨員啊，呢個都係違法嘅。平機會喺1999年已經做完一個檢討之後就話：，呢個係有好明顯嘅漏洞，應該要修改。咁跟住咧，政府喺2000年咧就已經同意啊，呢個係應該要改啦。咁但係隔十幾年咧先至去改。庄耀光专门研究涉及性骚扰的案件，他说实施同样法例的国家，服务行业的雇主要为保障不到员工免受顾客性骚扰而负上转承的法律责任。不过香港目前就没有这项规范，他形容这个是法例执行上一大漏洞。個僱員如果佢想告嗰個顧客，一來佢未必敢去告嚇，老闆會話：喂，你連我客仔你都告嘅話，咁即係會影響咗我生意嘅喎，咁甚至係揾唔到個客添。咁但係如果咧，你要個僱主都有個轉承責任嘅話，咁你就會醒定好多啦。你就要諗下啊，點樣可以保障到呢個僱員啦？咁樣先至一個較全面嘅保障。所以而家呢個保障咧，都只不過係頂籠係一半嘅保障嘅啫。欧美国家实施的性骚扰法例，大部分规范雇主要为雇员在工作期间遭受性骚扰负上转承的法律责任。
不過在香港，根據去年的修訂，服務業員工被顧客性騷擾就不可以控告僱主，而法例只是容許員工被同事性騷擾才可以向僱主追究。不過96年生效的法例到現在成功案例只得一宗。我四年多就是想得到即是公義咯，就不是說錢咯，真的。即是如果錢，如果你說這樣 去計算就已經即是不成一種正比咯。訴訟長達四年，受害人是在酒樓做收銀員。點心大佬，咁佢就專登企住喺個角位嗰度，咁佢就有一手拍過嚟啦，大波乜乜乜乜咁樣，係好有意圖嘅咁樣啦。呢張台咁啊，佢話你哋似唔似你兩公婆床上咩咩啊咁啊喺度，哇嗰陣時，即係我覺得。哇！你真的很賤格咯。受害人多次向酒樓管理層投訴，要求點心師傅道歉，不過公道攞不到，還被同事孤立，管理層還反而叫他辭職。嚇！我現在犯了什麼事啊？為什麼你公司還要包庇這樣？即是我跟他說了三次上上落落，他說他都是為公司的利益，他說是就叫我辭工，他就說是就調你去第二間啦，這樣。但是我現在我暫時第二間呢，我還未有收銀位，這樣。面對不公義，他決定向平機會申訴，在民間團體協助下用民事入禀法庭，最后成功控告雇主没有适当阻止性骚扰行为在工作场所发生。如果你真的维护到你的权利的，那么当然透过法律呢就实拿实止的啦。但是有这么多这么多个案，为什么得这么少可以入禀呢？就是因为在现实上呢有很多很多障碍的。法例太复杂是其一，一个没有一个机构呢去好有效咁幫助到受害人咧，就其二。今日就係平機會咧，係公布一個叫性騷擾學界問卷調查2020。點解平機會投放咁多資源去做反性騷擾呢樣嘢咧？喺性別歧視條例底下咧，就往往都係每年都係由30% 至40% 咧，都係性騷擾嘅。2013年咧，你睇得到校園性騷擾嘅個案不斷上升。平機會指出，喺2013年，超過五成就讀小四到大專學生曾經被性騷擾。有啲學校咧仍然未有政策嘅，一咧就係話我哋員工咧未接受過有關嘅訓練，二咧就係冇急速嘅需要。發生咗呢件事先發現啊，其實原來學校係冇防止性騷擾呢個咁嘅政策嘅喎，可以點樣呢？其實可以同邊個講咧？唔知道。呢個老師摸我嘅身體啦，咁然後用一啲言語再去性騷擾。老師摸腰啊、掃面呢一啲咁嘅動作，會令到自己好唔舒服。你唔會知道一個你信任嘅老師會喺你身上面做一啲咁嘅嘢。啊，其实你是无声出的，他可以在你身上游走啊，这样。但是啊，那怎么办呢？你又未毕业啊，即是你的前途都好像在他手上，他喜欢做什么东西就做什么东西，这样。他会觉得哇，好可耻啊，你都是这样的人。最后尾都去学校那里投诉了，但学校他们一来没有机制，二来他们又抱着一些质疑的态度去搜索叫调查，好像偏颇了个老师那样，也都会有些人叫你啊即时离人啦。我会觉得喂，学校这样的处理其实是很荒谬的，个情绪会即是很辛苦啦，会很想死啦。在投诉的过程
唔同嘅人都好似再將好多嘅石頭再擺喺你身上面咁樣，點解好似好艱巨咁咧？令到我真係覺得啊，其實透過機制去取得一個公義係咪即係係 work 嘅咧？性騷擾受害人要向平機會申訴，必須以書面形式列舉事發經過、人證同物證，亦要舉證證實騷擾者行為令佢反感。擁有大專學歷嘅 Sam 話：投訴程序繁瑣，令佢一度諗過放棄。呢度係類似一個嘴好想發聲，但係你好多嘢想講嘅時候咧，你行到過嚟咧就會有人可能要隔開你啊，你講出嚟咩？本身是想住透過一個機制去攞翻一個公義咁樣，評機會又好，學校嘅一個投訴機制又好，你要承受好多嘅質疑、書信嘅來往啊，或者喺等嘅過程裡面好漫長攰咯。原來要投訴一個性騷擾，其實係哇咁艱巨嘅一個過程嚟。2002年。中大迎新营出现色情不雅的口号和横额，中大学生会代表随即向校方和评机会投诉，揭露校园性骚扰问题严重。不过投诉人竟然成为众矢之的，充斥住各种各样对一些弱势社群语言上的剥削咁样啦。咁当中主要都是性嘅，同埋系针对女性嘅。咁樣係會令到在場好多嘅女性都係會係好唔開心，即係或者覺得係被冒犯咁樣咯。咁包括我自己啦。當年我就係住呢個宿舍咯，啲同學對我嘅態度好似有啲唔同咗喎。譬如咧，我入去電子室。咁我一入到去，啲人就走曬咁啦。咁之後又我附近房嗰啲宿友啦，即係唔睬我啦。咁同埋即係見到我就會好大力爆滿啊咁樣。咁又即係令我覺得係有啲唔係好舒服咁樣嘅感覺咯。網上嘅嗰啲討論區，即係指名道姓係咁鬧，一晚係幾千個 post 咁樣。事件引起社會激烈嘅爭論。最后评机会主动展开调查，裁定事件属于环境性骚扰，令学生感到被冒犯。不过当年条例就没有将校园纳入法律规管范围，政府等到6年后的2008年才作出修例。有团体批评过往涉及性骚扰的法例修订都是小修小补，未能全面保障受害人权益。之前一啲咁簡單嘅修訂啊，咁明顯嘅漏洞咧，都要拖十幾年嘅話咧，如果一係真係一個咧咁負責任嘅政府嘅話咧，其實呢啲應該擺喺一個施政優先嘅地位嚇。咁但係如果呢樣嘢唔係好多新聞嘅，佢覺得冇乜壓力嘅，咁啊遲啲都冇所謂啦咁。以校園性騷擾為例，目前法例只係針對同一校園裡面師生間嘅性騷擾。不過，如果受害人被唔同學校嘅師生性騷擾，就無權申訴。情況相近嘅係一齊工作，又唔係受聘於同一僱主，好似外判工，要投訴喺工作期間被其他公司員工性騷擾，一樣投訴無門。法例幾經修訂，至今仍然存在漏洞。依家個問題就比較複雜，就未必一定可以處理得到。依家唔係咁清晰嘅法例，咁我都希望多啲收集，即係呢方面嗰啲數據啊，或者係啲案例咧，令到我哋更加可以即係比較充實啲咁樣嚟，即係俾政府一個比較清晰啲嘅報告啊。咁我哋亦都加埋我哋嗰個歧視法例個檢討之後嗰個結果咧，我哋都會即係希望喺年底亦都係同政府再交代一下。人大咗係真正保護到你自己嘅人，其實係你自己咯。
無論是你的身體啦，無論是你的工作啦，定是你的尊嚴啦，最後你就不可以全部都望其他人會嚟幫你咯。如果你自己不幫自己出聲咧，你最後個死貓都是你自己吃嘅啫。你真的為了自己要站出來，你要第一個出聲。當我們講公義的時候，包含了人權、反歧視，所以很多的投訴人他挺身而出去做這件事，有時不只是為了自己，他覺得是為了公義。如果個個都不出聲的話，當然這些歧視或騷擾就更加無日無之了。